学们，今天的考试内容是挑战用长筷吃爆辣雪糕，谁吃的最多谁就赢了。嗯，长筷子啊。哦，谁先来？老师，我先来。老师，我来。二朵，你帮一下我。我？对，就你。同学之间呀，要互相帮助。你来夹，我来吃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！君君，队长，你不辣吗？这爆辣雪糕我一口都受不了。不辣呀，老师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49。50。老师，我吃完了。不错不错，我宣布肉肉就是我们班的班长了。哇，以后叫我肉班长。第一，肉肉有合作精神，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走下去。第二，肉肉很能吃辣，老师就喜欢吃辣的学生。谢谢老师器重，以后呀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好了，下课吧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